嗨，各位同学好，我是钟头老师 David 老师。今天还是一样进入到我们自然拼读以国际音标的循环学习。在上一堂课我们教了 ACT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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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CT， 我们教到了 ACT FACT PACT TACT 这四个生词。好了，既然一样啊，我们进入到我们的循环啊，老师要讲的还是一个重点，我们要了解什么是韵音连音啊，利用我们的母音元音啊，我们的母音元音的 A I O U 的顺序来加强你对韵音的了解啊，增强你的记忆空间。好，那在 A 我们的 A C T 我们就念 act act act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我们的书籍中先找到一下我们的下一个韵音 E C T 存不存在？在 E C T 的这地方，我们发现它只有一个生词，在这个地方啊，在这个地方啊，简单的一个韵音学习 ECT ACT ACT ACT。 好，那我们看只有一个啊，所以老师现在想要把我们的韵音拿出我们的合音拿出来，我们的 nucleus 啊，我们今天要介绍 nucleus 合音啊，在这一组合音的时候，我们拿的是nucleus， 我们找 E E E， 但是 E 去 replace A ACT ACTact， 记得 A E I O U 的顺序 ，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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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， 所以我们今天念 a a a e c t a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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ct act act。好，那我们再把我们今天要介绍的 onset s s， 我们就发音为 s sect。Sect, sect， 再记得一遍 ，s 发音为 s，sect, sect, sect。好，那注意啊，因为今天的生词在 ect 比较少，我再念一遍 ，s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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ect, sect, sect。好，那我们直接再利用啊，因为生词比较少了，再多带一个。我们来看看在书籍中啊，同学们如果要索取免费的电子书，也可以跟老师直接跟老师讲啊。所以在 ICT 的时候，注意看这组韵音 ICT， 韵音连音 ICT， 发现生词也不多，生词也不多啊，有一个 ICT I， 我们就发音为 E E E。好，那老师把这一个合音 I 也拿出来啊 ，I 也把它拿出来 ，nucleus I ict ict ict。 好，那我们先把它拿上来一点 ict ict ict。 注意啊 ，I 我们就 i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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ct ict ict。 那这时候注意哦，那配合的首音还是我们来看到首音是 str 了首音是 str， 所以我们把我们的 onset str 把它拿出来。注意，老师现在用自然拼读念法来念一下，教同学们一下自然拼读念法跟国际音标有稍微一点点小小不同，所以注意听 str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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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strict strict strict。再注意听一下 ，str str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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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注意啊 ，str strict strict strict。好，老师看看实际上我们今天课程有没有办法带一个 OCT？OCT 没有所以你看有的时候在韵音不见得有些音可以搭配出来发音那 UCT 也没有。UCT 也没有在这组运营的时候，所以老师在给大家在这一堂课我们来看利用老师写的书，我们可以发现在 AEIOU ACT 的时候，记得 CT 做结尾的时候，这是一个辅音结尾辅音子音结尾，所以它会形成一个 close syllable， 在自然拼读中我们称它这叫 close syllable， 关闭音节，关闭音节时我们就会念 short vowel， 短母音短元音 short vowel，短母音短元音，所以 ACT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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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ECT 就是我们刚教了 ACT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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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SECT SECT
sacked。再来，我们看 ICT，我们就念 ict，ict，ict，首音 str，str，str，strict，strict，strict。好，那今天同学们就了解今天这个单元加二辅 AIOU 配上 CT 的一个发音的形式，也希望同学们赶快多加一些练习多加一点练习，然后默背一下这些生词，了解发音，了解韵音，了解我们讲的连音的一个发音形式，自然拼读规则希望同学们赶快把这些生词意思查一查，加强你的生词记忆以及发音的口语上的一个表达。以上就是今天课程，谢谢大家收看。